欢迎收看本期校长有话说。这是电影《南京南京》中的一个南京巷战的战斗场面，也是众多抗战题材影视剧中为数不多描述国军装甲部队的特写镜头。剧中这辆孤身奋战在南京街头的坦克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角。今天就让我们聊聊国军在抗战前期所装备的英国坦克维克斯 MKE 维克斯六吨型坦克。维克斯 MKE 型是由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1928年所设计研发的一款轻型坦克。这款坦克最出众的设计就是采用了悬吊系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好的系统，可承受长距离行驶。以至于苏联在引进这款英制坦克后，苏联自己前期的轻型坦克也采取相同的悬挂设计。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仔细对比维克斯坦克和苏联早期坦克，像是 TR6， 你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车体底盘基本完全一致。维克斯坦克装甲厚度为13毫米，配备有98匹马力空冷式汽油引擎发动机，速度可达35公里每小时，越野状态下3公里每小时，作战范围也最远可覆盖160公里。这款坦克被设计有两款主要型号，可通过它们不同的炮塔外形轻松分辨。维克斯 A 型设计有两个小炮塔，各装备有一挺英制维克斯机枪。双机枪炮塔的设计是受到落后的一战坦克作战思想的影响。而维克斯的 B 型在当时新型坦克中属于创新设计，配备有双人的单炮塔，装备一门短管47毫米口径榴弹炮和一挺同轴机枪。双人炮塔的设计让原本担任炮手的车长也可以专心观察敌情指挥车组，而炮塔中增加的炮手可以代替车长负责火炮的使用，大大提升了作战效率。虽然这款坦克被称作为维克斯六吨坦克，但在增强装甲防护到17毫米后，载重可达到8吨。当时这款坦克被多国所进口装备，经过实战后证明确实是一款综合实力不错的轻型坦克。当时国军所进口装备的是维克斯坦克的 B 型，也就是配备一门47毫米榴弹炮和一挺同轴机枪的那一款。国府在1934年总共购入了20辆维克斯 MKE B 型坦克，其中有4辆是特别增设无线电通讯装置，就是作为联排及指挥车所用。相比于其他同时期国军所装备的轻型坦克，维克斯的机动性和火力都更出色。就比如相比于我们之前所介绍的一号坦克，毫无疑问维克斯的火力更胜一筹。我个人认为当时这样优秀的轻型坦克国府还是买的有点少，可能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吧。国军将这批维克斯坦克全部20辆编入了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的第一连。这里说一下，国军抗战初期的陆军装甲兵团下属一个战车营，这个战车营下属3个战车连，每个连都配备不同型号的坦克。其中第3连装备的是德国一号坦克，我们之前专门讲过这一款坦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频道内查询。而战车第二连装备的是另一款维克斯水陆两用坦克，我会日后为其做一期视频。国军所装备的维克斯 MKE 型轻型坦克的首战在淞沪战场上，战车第一连参与了对上海日本租界的突击任务，但因为当时国军缺乏步坦协同的作战经验，导致日军迅速组织反装甲武器进行反击。在此作战中，至少有3辆坦克被日军击毁，8辆维克斯坦克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最后因机械故障被遗弃后，还有2辆被日军所缴获。淞沪一战也暴露出来维克斯坦克的一个致命缺点，即防护装甲在反装甲武器面前过于薄弱。虽然对日军步兵可产生巨大威胁，但是一旦遭遇日军反装甲单位
或是日军装甲部队，自身防护力的劣势就显现出来，再加上没有熟练的步坦协同，导致当国军坦克独自在巷战中对付日军反装甲单位时显得十分脆弱。由于淞沪会战，战车一连损失过于惨重，大量装备和装甲兵员在首战中损失掉，导致最终被迫提前退出战场，前往湖南湘潭休整。所以虽然电影《南京南京》中这个维克斯坦克的战斗镜头拍得十分生动，但是实际上剩余的维克斯坦克并没有参与南京保卫战。历史上只有战车第三连的一号坦克参与了南京保卫战的巷战，所以我猜测电影表达的国军参战的战车应该是一号坦克，但出于道具或者是疏忽的原因，导致我们看见了这个国军维克斯坦克伏击日本步兵的战斗片段。不过对于在抗战影视剧中出镜率并不是很高的维克斯坦克，这部剧也是很好的描述了维克斯坦克在巷战中作战的情景。后来剩余的维克斯坦克被编入了第200机械化师，组装成装甲突击部队，参加了蓝峰会战。虽然在这场试图包围一个突进的日军师团的会战中，中国军队集中了12个师的优势兵力，但终究因为部分作战部队的指挥官指挥不力，导致国军没有完成既定目标，反而自身损失惨重，其中就又被日军击毁了三辆维克斯坦克。在蓝峰会战之后，最后仅剩了几辆维克斯坦克被编入了装甲兵学校作为教学车具使用。总的来说，维克斯坦克是我国军在抗战初期装备的一款不错的轻型坦克，如果能合理使用，比如配备完善的步坦协同或者集中作为机动力量，应该是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战能力。好了，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支持，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